即便你已经尝尽了山珍海味，但是作为八大海珍之一的河豚白子，你简直想都不敢想。刚捕捞上岸的野河豚，有经验的刀工师傅会先借助工具将其戳晕，紧接着用铁丝沿着河豚的脉络来回疏通。这种人性化的手法被行业内称之为活地法，不仅可以保证极致海货在整个制作过程处于鲜活状态，还能激发出鱼肉中的鲜甜水分。这种纯野生河豚的毒素非常丰富，正是那带有些许毒素的鱼肉和内脏甚是美味。即便是每年都有不少人因此而中毒，但还是抵挡不住资深老饕们的钟爱。河豚的处理非常考验刀工师傅的手法，下刀力度把握在毫厘之间，避免破坏河豚体内的胰腺和内脏，从而导致毒素流通到全身。伴随着柔软鱼皮一把扯下，洁白软嫩的河豚白子随即呈现在眼前。熟悉的佩刀往白子上一滑，包裹着的乳白粉嫩精华再来回晃动，逐个串上烤架，撒上些许海盐。在从小领略各种奇珍美食的老板这里，新鲜海货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和配料，才能品尝得到属于本身的独特海味。在高温炙烤间，附着在白子上的海盐逐渐渗入体内，原本光滑的表面冒起了黑焦斑点，体内的粉嫩精华瞬间爆出，烤至八成熟便可以盛出装盘，挤上几滴柠檬汁将极致鲜味醒出，趁热送入口中，软糯粉嫩的白子在舌尖上融化。